在中国河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内，有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山村，名为太子城。它坐落于张家口崇礼周边龙形山脉的中心位置，在永定河水系的环绕中俯视中原。一直以来，当地村民流传着许多有关太子城村民来历的故事和传说。很多人相信这里真的住过太子。这个困扰了当地村民数百年的疑惑，因为这样一个契机被解开了。国家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北京。2015年7月31日，随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一声“北京”，张家口崇礼太子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全民沸腾。2022年，一场冰雪盛会将会在这里举行。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国内第三次筹办奥运会级别的赛事，必然引起全世界瞩目。为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奥运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要避免太子城遗址被破坏，有关部门决定再次展开对太子城遗址的全面勘探与发掘工作。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黄信是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项目负责人。他们对于太子城遗址的探索工作从2017年延续至今。咱们进驻以前，咱们就认为这是一个辽金时候的一个小城，具体的性质它不是很清楚。当时由于可参考资料的匮乏，来到这片城址上的考古人员似乎只能抱着前所未有的决心去面对这片沉寂在冰雪之中800余年的荒地。可谁也没想到，本次收获的重大考古发现让大家对这不见成迹浑然一片蓟北村庄的太子城另眼相看。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这个中轴线，就这个城它建以前它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开始规划这个城。我们确定就是在那边能看靠山，然后这边有望山，这靠山和望山这个连线再往东南延伸140公里，可以到这个当时的金中都跟那个金代皇陵它的中间那个区域。太子城的轴线呈158度，指向金中都方向，可见这里数百年前就与北京有着不解之缘。随后的考古工作便沿着规划轴线继续开展，城址内的院落分布逐渐明朗。太子城遗址经勘探确认为一座平面为长方形的城址，南北约400米，东西350米，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此次的研究结果为黄信一行人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关键线索。2017到2019年三年的考古发掘的成果，第一年我们发掘的是南瓮城9号基址，然后完了这个2号和3号的这个核心，2号基址和3号基址。然后第二年我们发掘的主要是这个1、2、3号院落，把1、2、3号秦宫区全部发掘清楚了。这2018年，现在2019年是我们把这个地方发掘清楚了。这样我相当于经过三年的发掘，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轴线就贯通了。自南门起，由正前方道路而上，两侧道路而下，与元清代后的城址里前上后下的踏道布局截然不同。规模小，但建筑规格高。这处遗址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疑惑也在专家们的脑海中不停地盘旋。下来咱们上这个九号机址上头吧，上九号机址上头去看一看。九号机址四周宽阔，独立于高台之上，是这座城址里发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机址。专家通过对所有机址内柱网结构的分析，找到了此处的不同。你现在这个地方标识这个地方是那个原来的桑墩的位置。我们这个2017年发掘完以后，在整个这个平面上，一共发现了30枚桑墩。30枚桑墩在最北侧这个第一排跟第二排这个有一个是两个桑墩连在一块，有一个三个桑墩连在一块。专家解剖规格最高的九号机址特殊建筑结构后，发现这处机址形同大殿，且有修整营建的痕迹。大殿南侧没有踏道，仅有北侧踏道通向59号及3号机址，向两侧延伸。这样的规划布局与金元时期都城的工程相似，规划南北主轴、东西副轴，重要机址前朝后寝，轴线分布。前朝平面呈日字形。元昊文在中州集的这个相当于这个开篇的时候，有一篇这个金章宗他写的诗，我们现在推测就应该是当时这个章宗皇帝，他就站在这个九号机址上，然后引的这首诗：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利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专家的推测与金史的一段记载也可吻合。金章宗太和2年与5年曾住下于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的太和宫。四面环山，山水交汇，地理位置先天优越的太子城，原来曾是金朝第6位皇帝金章宗的住下行宫。整个这个轴线从这个整个太子城门道的正中心穿过去，所以说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相当于也是当年这个皇室人员或者皇帝他当年走路是吧，一步一步迈进这个整个城的这个情况。金章宗在位初期励精图治，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实现女真族封建化，使金朝国力达到巅峰，史称明昌之治。贯穿于中轴线上的3座宫殿，独立于高台之上的九号机址，令我们初步感受到了皇宫威严。还有2座主要机址在等着皇信一行人深入发掘。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那个我们叫这个59号院落。2019年我们最新的发现的这个东西，2019年我们来以前，我们以为这个地方相当于前朝区域过渡的一个很简单的区域。59号机址呈双凸字形，在它的南侧和东侧还有2座小机址，分别为50号和60号。南侧的60号机址也处于太子城的中轴线上。通过进一步对这些机址柱网结构的分析，让专家们彻底推翻了对60号机址最初的判断。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机址它的这个柱网结构，它是一个面阔3间进深1间这么一个结构。然后这个机址它的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在它的这个4个角，就是东北、西北、东南、西南这4个角各发现这种就是2个桑墩连在一块这种大的桑墩，那个60号机址是连在一块的。可以，即使已经无法重新看到柱网结构上方的建筑形态，但根据多年考古经验，黄信可以判断出59号机址上的2座小机址曾经是相连的。这样的建筑形制通常为等级分化布局，皇帝或皇室人员由60号机址的南侧踏道而上，其他人员从50号机址东侧踏道而上，共同汇聚于中轴线。下来咱们顺着这个轴线继续往北走，现在咱们就相当于进入了整个这个太子城遗址寝宫区的核心3号院落。黄信此次也是满怀信心地再次带我们走进3号院落，探索金章宗这位大定明昌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的皇帝
会以什么方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宫后寝呢？整个三个院落大概是这个不到5000平吧，这么一个院子，它分成这个南北两院，南院有这个一个凸字形主殿，然后西配殿、东配殿这三组建筑组成，南院、北院中间一道隔墙，然后这个北院有这么东西向三组这么建筑组成。三号院落又是一个在中轴线上包含多个院落的机制，黄信推测，南院是这里主要为皇室人员提供居住的地方，而北院则为南院提供了防卫及其他服务功能。南院的这个主殿，就是我们叫三号机址，然后这是三号机址的台阶。我们原来发掘的时候，整个这个台阶当时其实还在地面上还能看见，啊，当时没有整个这么完整。它当时铺的时候也是这种方形的砖，这个砖的尺寸是35×35，就是这面比较光的这一面，这是原来的地面，然后在它的下头是那个勾纹的那种方砖，这样的结构。这样的砖瓦在太子城里随处可见，太子城遗址从性质、规模到文物等级，让所有人对它的修复保护工作格外重视。遗址现场已开始复原工作，但是作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的胡强带领着其他人，每天依然会在距太子城东侧10千米的马帐子村进行太子城考古的后续工作。还有带内字的，看这个边上戳印了1、2、3、4、5，斜戳了5个内字，内就是那个你像大内，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宫殿里面嘛。这些砖块大多被发掘在马帐子村百米外的砖瓦沟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以泥质灰陶砖瓦为主，长条砖、方砖一面是沟纹，一面光塑，部分戳印内宫等字款。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孙少清主要负责砖瓦沟的研究工作。这片遗址发现呢，是那个2017年发掘太子城的时候，然后咱们要做根据这个围绕这个太子城周边做大范围的这个考古调查工作。在调查的过程中呢，这边发现这个地面上，这林子地面上非常多的那个砖瓦是都能看到的。砖瓦沟窑址遗址面积达8万平方米左右，沿途黄土堆积丰厚，为砖坯瓦坯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这里生产砖瓦十分方便。窑室的结构呢，由下面我们称这个是火塘，烧柴之后把这个砖要全部砌起来封死，然后中间形成一个那个烟道。烟道这个平面形状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方形或者说是一个梯形的一个形状，整个窑的一个结构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经研究发现，这里出土的砖瓦块和建筑构件与太子城遗址出土的遗物为同一类文物。咱们在标本室看到的兽头、仙人、凤鸟，主要都出在这个灰坑里，大概距这个开口也就是40公分左右的时候，那是一个层面。一层，从东往西。近3年多的考古挖掘工作，太子城出土了大量高等建筑构件，如螭纹、嫔家、凤鸟、脊兽等。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姚庆对这些皇家遗物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每当看到这些文物上精致的造型、生动的表情、细腻的线条刻画，都仿佛亲身体会到了金代皇家的豪华与尊贵。在咱们太子城遗址所出的这个螭纹，是非常多的，它也体现了一个咱们金代这个皇家建筑的一个实力吧。另外是在咱们太子城遗址所出土的这些螭纹，它的一些编号，你像咱们所提到的这个7尺5，还有5尺5、4尺5以及3尺，像这些数字，就是它与这个北宋，的营造法式，它里边所记载的是相吻合的。
根据我国北宋著名建筑学家李诫编写的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著作《营造法式》可知，螭吻的高低体现了建筑等级的高低，螭吻高度是依据建筑物的等级制度综合决定。这些尺寸呢，代表了一个不同等级它建筑的一个等级化，这也为咱们复原金代的皇家建筑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证。太子城城址为轴线建筑，由南门与瓮城至九号建筑基址到59号基址，再进入3号院落，周边附属西院落1号、2号、11号、14号院落以及27号建筑基址。外墙曾发掘南墙、西墙、东墙中部、东南、西外墙，并四周环有东南、南墙西端西护城河。这样的规划体系在金代并不常见，可考古专家们想到这座宫殿的主人，一切疑团也迎刃而解。张仲也是一个特别这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写诗，他会做一些词，这个就是他本身这个文化的素养很高，他对这个中原文化非常的这个推崇，也可以看出来，到了就是金朝，到了张宗这一朝以后，整个这个女真人，他对他自己这个咱们中原文化的一种认同，然后也是咱们显示咱们中原文化这种多元一统这种相关的情况。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良好教育，是金朝诸帝中受汉化最深的君主，他雅号汉族士人的书画作品继承大定盛世，是金朝最为繁华兴盛的时期，他的柱下行宫之奢华令后人一直有着各种猜想。1978年至2016年间，这里也曾历经过考古调查和勘探，却始终无果。如今从营造方式到出土文物，都使太子城坐拥了金代皇家行宫的尊贵身份，但仍有更大的惊喜，是副院长黄信每次跟人介绍时都必然提及的。2017到2019年，一共这个出土了上十余款的瓷器，一共是22件，其中的13件都是西院落出土的。上十局是我国古代自北朝以来多数王朝宫廷内专掌供御膳珍馐品尝之事的机构。带上十局款的瓷器目前仅见于定窑白瓷，时代为北宋后期至金代后期，近几年来出土数量始终递增，致使考古队的每一位成员都依然坚守在发掘高等瓷器奥秘的岗位上。那这也是刻上十局款的一件碗，里边这个磨印的这个四季花卉还有摩羯，哎呀，非常非常的有立体感，你摸着都是啊，线条特别硬啊，精致。摩羯碗于公元4世纪末传入中国，东晋画家顾恺之所作的传世名画《洛神赋图》中对摩羯的形象更是有具体直观的呈现。画中有许多珍奇异兽，洛神乘着船在洛河上行进，中国传统瑞兽龙和麒麟伴其左右，有2只怪兽兽首于身，从他卷曲的鼻子来看，应属于摩羯。伴随着摩羯纹逐渐没落后，取而代之的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龙的形象，因此这样的纹路在古代通常代表着尊贵的皇室形象。太子城遗址现场发现的遗物残片有着明显的外力破坏痕迹，而砖瓦窑的文物或为更完整，或因为当年烧制温度不佳导致破损。砖瓦窑的发掘工作对专家们继续研究这座金代皇家行宫背后的秘密提供了重要保障。出土的这种脊饰
啊，它这个具体的应用的位置是在那个过去古建筑的垂脊或者嵌脊脊头的一种装饰。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它这个脊饰的本身，一个是它还要在这个上面插上一对这个龙角。哎，小孙，你把那龙角拿过来。哎，对，哎，在那个脊头上呢是这种效果的。如果没有那个角呢，看着那个龙好像没有生气似的哈，加上那个角呢，哎，这个完全气势就出来了啊。中国的古代建筑中，只有高等级的建筑才能用螭吻、兽头和蹲兽。胡强手里的这件乌脊兽，似乎就有着鳌头独占的气势。得益于窑址新发现，专家们对太子城出土文物的研究方式会日益精进，也着力于将这些散发着皇家光芒的文物修复如初。龙神威武诉说着华夏千年的古老记忆，每当看到有着明显外力损毁痕迹的残片时，专家们都希望探索出昔日金碧辉煌沦为城垣夯土的真实原因。我们在太子城遗址，就是一个是考古现场，发现了很多就是相当于这个房子被火烧了，然后倒在地上烧那个烧土的那个痕迹啊，这是一个被用火的痕迹。第二个这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除了很多这种就是铜跟那个铁啊这些东西烧结在一块这种东西，这个东西上面是相当于经过很大的火，才能把这个像铜和铁它们烧结在一块。金朝时期，北方的鞑靼诸部与金朝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但自明昌六年至成安三年，不时侵扰金朝边界。1210年左右，蒙古族人再次打破了明昌成安之治的宁静，放火烧毁了这座柱下行宫。太子城遗址城址正位于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两大文明的碰撞与交流地带，它见证了女真部落的兴盛与衰败。铜铁构件的残留也引发了专家们对黄铜器物使用年代的新思考。这是我们在一号井里边出土的一件那个黄铜的门钉。过去呢，咱们都说这个黄铜在咱们中国应用的比较晚嘛。你像那种货币，一般都到明清才用黄铜嘛，哈。但是呢，这个太子城出的东西，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乍以为是上面有层鎏金呢，哈，是青铜鎏金嘛。但是后来经过那个咱们跟北大合作呢，他们检测一下，完完全全的是用黄铜做的，就把咱们那个反正太子城是应用这个黄铜，制作器物比较早的一个例子。太子城出土的大批黄铜制品，既是对金石的验证，又将中国大规模使用矿炼黄铜的历史提早到金代。即使战乱导致文物破损严重，在文物人的悉心修复下，也丝毫不会影响太子城的皇家风范。太子城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其营造理念和布局沿袭了辽宋后的都城体系，是近年来保存结构最完整的一个城址。当年这项空前考古成果出现时，冬奥会项目在此地的施工建设都为它做出了巨大的调整。咱们这个国家吧，应该为了这个太子城遗址，应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原来这个规划，整个这个这边是那个奥运村，然后这边是冰雪小镇。原来的规划相当于冰雪小镇和奥运村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太子城遗址占压的啊。经过这个各方面努力，然后付出了很多代价，然后把这个太子城遗址这个整体保下来，然后奥运村整体往这边挪，然后这个把冰雪小镇整体往这边挪，整体一个相当于一个800年前的行宫，然后放在了张家口赛区的核心位置。在国家对文物保护的大力支持下，首座金代行宫遗址将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进行文物保护与展示工作，将太子城遗址完整保存在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核心位置。
如今，太子城高铁站、冰雪小镇、奥运村、比赛场馆拱卫着核心。820年的历史巨变以一条中轴线紧密串联。在历史的邀约中，曾经的太子城西院落如今承载着宫墙学的文化底蕴，将作为太子城博物馆迎接着远道而来的八方友人跨越千年来际会。张家口奥运村也将成为奥运历史上文物保护与奥运村建设完美结合的全球新典范。